一个帽子上的是白色太阳，一个是红色行星，你就跟着白色太阳走。后来我真的没有回头，徒步走进了国共战争。山东枣庄的乡亲托我们协寻安福宝先生的骨灰。现在怎样？你要去大陆送骨灰哦？你不要那么没有出息，我跟你讲。